所以叫我嚟试下你合唔合格？我话俾你知，我绝对唔会同细路仔赌钱嘅。阿妈，师傅都话细路仔唔可以赌钱，不过可以赌打手板。系啊，激死我啦！点啊？连我都赢唔到，咁点有资格叫我大师兄啊？吓，我赢你唔到。你师傅有冇教你呢一招啊？冇啊，咁渣嘅嘢点攞出嚟见人啊？咁你有咩本事啊？你成日玩啤牌，咁乜嘢叫做蛇？你知唔知道啊？燕京女精十物蛇咯。错。就凭你就想赢我？大师兄，乖，做得好。阿太，世界赌王大赛未开始，啲人已经想消灭有实力嘅对手。到咗决赛，我惊你俾人暗算。我知，冇人会知道我真正嘅实力嘅。点解你永远谂紧乜嘢？我都唔知。我唔想你担心，我准备培养一个新嘅赌圣出嚟。分散啲对头人嘅注意力。去边度揾个新嘅赌圣啊？黑仔答翻咗嚟呀，有礼物派
亲爱的乡亲父老，小弟今天回来乡下呢，就是因为知道我们天神村里面位位都有特异功能，所以我就预备找几位精英带他们回到香港，为我们乡下扬名立万，光宗耀祖。如果哪位真的有本领的，后面一堆礼物一只手任他拿。喂喂，不用这样，逐个逐个来，各位各位苏伯，各个有份，各个有份，各个有份。行开，哦，原来靓姑，阿靓姑靓姑，你可唔可以咧发功，将呢只牌咧捽到变呢只牌啊？点捽啊？咧，嗱，咁样捽咧，嗰度咁捽咧，捽捽捽完咧就呢只牌咧就变呢只牌啊？咁捽唔掂噶嘛？咁要点啊？我系用呢度发功。哦，好啊好啊。哎呀，好嘢，好嘢啊！点解穿个窿噶？哇，咁大粒咁！哇，做咩啊你？一就屙出嚟嗰条病烟屎啦！哦，边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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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边啊边边啊边，我攞得攞，又冇执输啊！攞攞攞攞。